声音，韵味浓郁的唱腔，精湛传神的表演，流金岁月花枝俏，李金枝戏曲演唱会为您倾情奉献。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节好！朋友们，明天就是端午节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由衷的希望我们本场晚会能够给您的假期带去一份享受和快乐。今天我们为您送上的是由梨园春现场直播的第638期的特别节目《流金岁月花枝俏》李金枝戏曲演唱会，欢迎大家的光临，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青年豫剧表演艺术家李金枝从艺30周年。所以今天我们这场戏曲演唱会不仅仅是对李金枝30年艺术人生和艺术成就的巡礼，更是向党的90华诞的献礼。今天晚上这场对于青年名家李金枝来说意义非凡的戏曲演唱会，不仅吸引了众多好友和热心观众前来捧场，还有呢一位老朋友也专程远道赶来为李金枝的戏曲演唱会助兴。他呢不仅是李金枝的好朋友，也是我们梨园春众多的热心观众的老朋友了，那就是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白燕生。有请。燕生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燕生。主编官方二位好，亲爱的梨园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李金枝的个人专场。我想到了这么一个公式，那就是成功等于天赋加勤奋加机遇。我仔细地想了想，李金枝的成功非常好地印证了这一公式。那么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将给大家分解李金枝的成功的原因。其实没有人随随便便就可以成功的，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李金枝，走进李金枝30年的艺术人生。这是1983年的李金枝，苗条清秀，书静俏丽，年方20的她。几个画面就为我们勾勒了李金枝艺术人生30年的一个缩影。确实啊，像我这样的60年代出生的人，可以说都有着一种英雄梦、英雄情节。那个时候我们听了一首一首的红色歌曲，听着一个个的英雄故事长大的，确实也激励了我们成长，到现在想起来也是记忆犹新的。真的是这样，李金枝就告诉我呀，他从小呢就特别敬慕女英雄江姐。那么长大之后成为演员，他也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在舞台上扮演这个角色。直到2005年，他终于圆了这个梦想，成为了第一位站在豫剧舞台上的江姐。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非常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今天啊，很多的领导也光临到我们的戏曲演唱会的现场。接下来我非常荣幸地向大家做介绍，他们是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原省政协主席王全书。
全国人大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委员、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明义，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成峰，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蒋笃韵，河南省政协副主席袁祖亮，原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政府副省长李志斌，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庚香，原河南省人大副主任李长铎。让我们再一次用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领导和朋友们的光临。好，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欣赏由李金枝演唱的豫剧江姐选段《红颜上红梅开》和《绣红旗》。担任今天伴奏的是河南交响乐团，我们有请指挥李洪泉。青年豫剧表演艺术家李金枝，掌声欢迎。
谢谢李金枝大气磅礴的演唱。今天金枝真的很漂亮，我们谢谢美丽的金枝带给我们的美丽的江姐的两段非常好听的唱腔，谢谢金枝。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梨园春的特别节目现场直播的李金枝个人专场。我们说现场直播的魅力就在于无法重来，其实瑕疵啊也是现场直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不完美才是真实的人生一样。金枝呢对于自己从艺30年的个人专场非常的重视，大家看到了她的服装，专门从北京定制的华美的服装。今天其实一走上舞台，大家想想如此近距离的观演关系，每一个演员都会紧张，包括我们主持人。但是我们听得出来金枝的状态在慢慢的放松，慢慢的打开。我建议大家我们用掌声预祝李金枝的个人专场圆满成功。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才呢我说到了，我说成功啊有一个公式叫做天赋加勤奋加机遇。咱们一块来想一想李金枝的天赋，他的本钱很好，无论是个头形象嗓音条件俱佳，可以说李金枝呢也是在同时期的演员当中成名最早的一位了。说到成名最早，不能不提到一出戏《泪洒相思地》，这是李金枝的成名作。这个戏我觉得也是李金枝的幸运所在，大家想想一个刚从洛阳戏校毕业的年轻的学生就碰到了这样的一出大戏和好戏，这是很多的演员走进了剧院团体10年8年没有的机会。但是李金枝以他的天赋很好地把握住了王连娟的这样一个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受到了人们的喜爱。亲爱的朋友们，我相信很多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上了年纪的观众都记得当年的演出盛况。每当李金枝唱到当初他甜言蜜语将我骗的时候，台上的演员是热泪盈眶，台下的观众也是泪流满面。其实舞台上一切的喜怒哀乐都是美的。接下来我们就让李金枝再感动自己一回，也让李金枝感动我们一回，一同来欣赏李金枝带给我们的成名作《泪洒相思地》，有请。
李金枝呢，从艺30年了，应该说他有着很多艺术上的同道和好朋友，很多朋友都想前来助兴，但是时间关系，李金枝只能忍痛割爱。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的这一位，应该说是李金枝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
他就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副院长兼艺术指导京剧名家于魁智，我们欢迎他上场，有请。你好魁智，你好你好你好。作为京剧和豫剧应该说都是影响全国的大剧种，那么作为京剧界的领军人物，来参加，应该说金枝算是我们的大同行了，来参加他的个人演唱会，先给我们说两句。好的，首先说今天能够这个专程来到我们郑州，来到我们梨园春参加李金枝的个人演唱会，作为我本人来说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那么李金枝呢，通过他30年自己坚持不懈的拼搏和努力，不单他个人的表演艺术达到了高峰，那么同时我也看到他的这些年的努力啊，培养了很多啊青年的观众，这也是我们共同追求的一个方向和目标。所以呢，想借此机会衷心的祝愿李金枝个人演唱会取得圆满成功，同时也祝愿我们豫剧表演艺术能够继续发扬光大。京剧名家于魁智啊，唱了很多的戏，有传统戏，有新编戏，在众多的经典的唱段当中，他选了接下来的一段，非常的喜庆热烈，表达对李金枝从艺30年的祝贺之情。接下来我们就欢迎京剧名家于魁智为大家献上大灯殿，有请。
家餐啊啊谢谢谢谢京剧名家于魁智精彩的演唱，谢谢谢谢。朋友们，我们大家都知道戏曲呢是一门讲究角儿的艺术，李金枝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站在了舞台的正中间，成为了万人瞩目星光璀璨的角儿。如今30年已经过去了，李金枝的唱腔和表演大家也是有目共睹，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她的形象也是随着一台台剧目和一个个舞台人物越来越深入人心。是啊，无论是泪洒相思地、孙承打酒、洛河儿女，还是金鸡引凤、风流女人、江姐、长相遇等等等等，在每一个剧目当中，李金枝都在用心传神地刻画着人物角色，真的是如数家珍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金鸡引凤，那么这出戏啊早在1983年就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了戏曲电影，当年只有20岁的李金枝担纲主演。刚才我注意到了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在认真投入地观看这个电影片段，有人似乎还流露出了吃惊的表情。是啊，我们不得不感叹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我相信此时此刻李金枝站在这样一个新的艺术高峰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看当年剧中的自己，也一定会感慨万千。是啊，其实早在1991年的时候，28岁的李金枝就获得了中国戏剧界的最高奖项梅花奖。当年的评委对她的表现呢，也是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有一点就是说，她既能够演古装戏，也能够演现代戏。带着第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和首届文华表演奖、豫剧10大名旦等豫剧殊荣的时候呢，李金枝走进了新世纪。他首先带给广大观众的是一个不乏气节、有千娇百媚的李师师。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用掌声请出李金枝。有请。
熊猫雪来送行，难忘你热泪落地结成冰，可叹我跌落风尘，望你成梦少时难知想已成空。应该说对于这样的一台个人专场演出来讲，时间紧任务重，包括我身后的河南交响乐团，可以说他们在最短的时间里反复的排练，非常的辛苦。我建议大家，我们用掌声感谢河南交响乐团，感谢我们的指挥李洪泉，谢谢他们。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一直在想，河南的戏曲为什么在这片大地上根扎得这么深这么久。我觉得首先我们应该感谢这片热土，文化积淀、戏曲的积淀非常的深厚。其次，我们说各级领导对于河南戏曲艺术的关心和支持，还有就是我们热心戏迷和观众的积极的参与。当然更离不开戏曲人自己的精诚合作、努力拼搏。我们常说文人相亲、同行相亲，但是在河南我们真的很难看到，我们看到的是河南戏曲的一种大繁荣、大团结。接下来我同样为大家介绍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副主席、河南省文联的副主席、河南省戏剧家协会的主席、豫剧名家李树建。我们欢迎他上场，有请。你好树建。你好。你好。树建，我听说呀，因为李金枝成名很早了，李金枝成名的时候，我听说您还是装卸队的队长。对，这个今天呀、参加金枝的演唱会，非常激动。这个金枝啊，我们是同班同学，都毕业于洛阳戏校。他出名的时候，我还是学员队的装卸队队长。啊，那这样来说，您就更不容易了，能走到今天。今天晚上很紧张啊，一个是金枝的演唱会，他唱得比我好，嗓子比我好，还有咱们这个是余奎志，这是中国的大腕都来了。我也这个祝愿金枝晚上的演唱会成功，也希望咱们河南文艺工作者为河南戏曲的发展努力奋斗，做出贡献。其实说得非常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豫剧名家李树建要唱什么呢？他也是反复在甄选自己的唱段，选了一段。大家都知道豫剧名家李树建呢是豫西调的杰出的代表，提到三哭殿，大家很快都能想到是豫东唐派风格的三哭殿。接下来的这一段我没有听过，恐怕在座的以及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恐怕也很难听到。今天豫剧名家李树建要用他独具一格的表演和演唱，为大家献上豫西风格的三哭殿，有请。
商量，再商量商量。小秦英打死了黄秦国丈，孤王与那贤贵妃呀，一样的同上长江水，焉有那回头之浪？真情应也难救，你不还阳，今日里为了咱那个秦英小将，你看看这金殿上，他要碰出死，他要倒下亡，你也要血泊尸骨入暗堂，哭哭啼啼闹朝郎，岂不叫满朝文武到断肠，耻笑为王谢谢谢谢谢豫剧名家李树剑带给我们的豫西风格的三哭殿。我突然发现我们在座的很多的领导很多的观众看得很开心很欣慰啊，豫西风格还能演绎三哭殿啊，谢谢李树剑，唱得非常的好。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李金枝的个人专场《从艺三十年》。三十年，大家想想，人生有几个三十年？这是最美好的年华，李金枝都奉献给了舞台，奉献给了豫剧。我们有理由为李金枝喝彩和鼓掌。李金枝啊，获过许许多多的奖项。我仔细想了一下，恐怕有两个节点是不能忘记的。一个呢是1991年。李金枝获得了第八届的中国戏剧梅花奖和首届文华表演奖，还有一个年份是2007年，李金枝获得了中国文化艺术节的最受观众喜爱的演员奖的称号，又一次获得了文华表演奖，可以说非常的难得。这个戏为李金枝带来了巨大的荣誉。接下来我们就再次欢迎重新换上华美服装的李金枝登场，有请。听李林中唱花
金枝的演唱，谢谢谢谢。其实啊，金枝这么多年来一直反复地说，最感激的人还是自己的恩师常香玉，因为常香玉细碧天大的情怀、爱国爱民的思想一直感染着他。于是呢，在1984年，李金枝拜了常香玉大师为师。他万万没有想到，到了2005年，他又有一个机会，在舞台上塑造自己的恩师。亲爱的朋友们，现场直播的魅力啊，就在于它的未可知性。本来接下来的段落呢，李金枝要给大家准备《长相遇》这个戏里的两个唱段，我们看了一下时间的区间，唱一段都来不及了。那么我跟指挥讲，我们就唱最后一段《新中国艺人新追求》，我们在李金枝优美的歌颂恩师的美妙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这一期的梨园春。欢迎李金枝。
不管年节前的滋滋爱，娘家
谢谢，谢谢李金枝，谢谢我们的指挥李洪泉，谢谢首席吉哲，谢谢板胡冯勇，谢谢河南交响乐团。朋友们，今晚李金枝采撷自己艺术人生当中几枝最为绚丽的花朵，编织成五彩的花篮，来向党的90华诞献礼，同时也是向广大支持关爱他成长的戏迷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份最真挚的谢意。如今作为艺术家的李金枝积极投身于社会的各项公益事业，努力地做着戏曲艺术的传承。他说他要尽他所能对艺术的传承要做出突出的贡献。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说演员拼到最后啊，拼的是文化，拼的是修养，拼的是德行，拼的是情怀。由衷的祝福李金枝能够追随恩师的足迹，学戏先做人，活出艺术和生活的两重境界。祝福李金枝，祝福他。流金岁月花知晓，李金枝专场演唱会到此结束，再次祝愿大家端午节快乐。朋友们，下周再见。再见，朋友们，再见。